前整个我们在北公路的承载力都已经完全放松嘛，但是我们是呼吁不管在车站或车厢，还是要保持这个防疫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规定哈。然后我们在各个休息站里面也是加强防疫的一些措施，也就是说虽然已经开放了哈，但是大家一定要前提是请大家把防疫措施做好。这次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是已经比较类似恢复这个以前的一个模式了，因为我们现在也配合整个要走向振兴的阶段，所以比较没有限制。但是我们在整个交通管理方面，我们也了解可能在某些路段它的拥塞像国五还有我们过去所谈到的这个包括一些新竹还有台中等等都会有一些拥塞的情形，所以我们想说这几天大家这个在整个防疫措施做好，那大家也可以快快乐的这个回去团聚。我听到3+11的这个报告里面，他写到是民航局建议改成3+11，可是有这样的建议的好像不只有民航局，会不会觉得只有提到你们有点太公平？这个是等一下在里面再谈。好，谢谢，那再一次报告。